称全台湾最小网红的布布，继早前剪了个可爱香菇头撞脸小瓜呆之后，近期又有最新的照片啦。女神 Vivian 徐若瑄近日就抛出多张布布和儿子小 V 宝的照片，没有想到两人不但穿上了情侣鞋，布布还主动亲了小 V 宝，让粉丝们笑称爸爸修杰楷又要崩溃了啦。近期贾静雯生完波妞还在休养中，修杰楷时常带着布布啪啪走到处玩。22号他带着布布到徐若瑄家，布布开心的和小 V 宝 Doton 一起玩，只见两小无猜不止穿了情侣鞋，布布还逼近 Doton 耳边做事呀亲亲，让粉丝们笑歪直呼修爸爸在你后面他非常的火。事后修杰楷也转贴了徐若瑄的 po 文写道，很主动，超多个点点点显示出爸爸真的好无奈。